熟悉三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三国演义》的开篇并不是魏蜀吴三国建立后，而是以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作为起始。其实可以这么说，这个时候的东汉王朝已然是名存实亡了。为什么呢？这要从东汉的倒数第二个皇帝汉灵帝说起。汉灵帝宠幸宦官，卖官鬻爵，大肆搜刮百姓，聚敛财富，广大平民自然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过着如牛马一样悲惨而下贱的生活，某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据《后汉书》记载，在河内、河南这两个地区发生了好几起妇女吃丈夫、丈夫吃自己的妻子的人伦惨剧，民众对这种悲惨的生活再也不能忍受，于是最终爆发了黄巾之乱。汉灵帝的横征暴敛早就引起过小股的民变，但这些暴动多为自发而来，零散而不相同属，没有形成太大的气候，所以很快就被东汉朝廷给镇压下去。而黄巾起义却是一场有严密组织的巨型民变，而他的指导思想就是当时盛行的太平道。太平道是早期道教的一支，大约产生在东汉中期，在流传过程中又受到了一些谶纬神学的影响。众所周知，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就是依靠谶纬之学而夺得天下的。王莽时期流传的刘秀当的天下，给了刘秀极大的心理暗示和自信，使得他最终歼灭群雄，重建汉朝天下。在整个东汉时期，由于东汉朝廷的竭力推广，谶纬神学成了上至朝廷、下至平民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到了汉灵帝时期，巨鹿人张角把它发扬光大了起来。他自称大贤良师，通过符水免费给人们治病。也许是心理暗示，也许是真的灵验，也许是瞎猫碰到死耗子，还真有很多人都被他治好了。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张角的名声就越来越大。在给人看病的同时，张角还不忘传教，于是很多被他看好了的人也就成了他的弟子。张角又派他的兄弟张宝、张良和弟子们周游各地，也是边治病边传道。大约花了十年时间，太平道传遍了全国各地的教徒，发展到几十万人。就连汉灵帝的太监老爹张让都和张角交往甚密。张角把全国几十万农民都组织起来，分为36方，大方10000多人，小方6000-7000人，每方都推举一个首领，由自己统一指挥。彼时太平道已经成为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于是张角认为起义的时机逐渐成熟，就编造出谶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苍天指的是东汉政权，黄天指的是太平道，甲子指的是中平元年的3月初5。但这些摩斯电码都比较隐晦，东汉政府并没有疑心，于是张角等人的胆子也越来越大。他们还暗暗派人在洛阳的寺庙和各州郡的官府大门上用白粉写上甲子2字作为起义的暗号。然而就在他们准备起义前1个多月，起义军内部出了叛徒，向东汉政府告了密，朝廷立刻在洛阳进行搜查。张角当机立断，决定提前1个月起义。他自称天公将军，弟弟张宝为地公将军，张良为人公将军。36方的起义农民一接到张角的命令，同时起义。所有起义的农民头上都裹着黄巾作为标志，所以叫做黄巾军。黄巾军声势浩大，不到10天全国都响应起来了。各地起义军从4面8方向洛阳涌来，各郡县的告急文书也像雪片一样飞向洛阳。汉灵帝这才慌了手脚，不过他头脑还算清醒，知道做自己的爹妈宦官和那些花大钱买官做的人都不那么中用，
只好又重新启用之前党锢之祸中的党人。他拜外戚何进为大将军，同时派出大批人马，由黄甫嵩、朱俊、卢植率领，分两路去镇压黄巾军。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动摇了东汉王朝的根基。黄巾军虽然在事前组织严密，但之后却缺乏统一调度，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再加上当年九月张角便病死了，失去了领袖的黄巾军更显得涣散，终于被官军各个击破。虽然之后一些分支部队还在地方上作战，坚持了十余年之久，但几支主力却已经被歼灭，黄巾起义最终失败。黄巾起义虽然失败了，而东汉的统治也已经分崩离析。士大夫阶层经过两次党锢之祸，早就对东汉朝廷失望透顶。等到朝廷遇到黄巾起义，才又想起来用他们去镇压，可虽然让他们出力，战功却全让那帮宦官得去了。屡立战功的卢植因为拒绝给宦官受贿，还被他们诬陷下狱。看到朝廷的这般行径，士大夫们对他更是绝望之至。而且在镇压黄巾军的时候，汉灵帝下过一道诏书，吩咐各州郡自己招募人马对付黄巾军。这么一来，各地的宗室贵族、州郡长官、地主豪强都借此抢夺地盘，扩张势力，国家已经变得四分五裂了，皇室成了名存实亡的空架子。中平六年，在折腾了东汉王朝十数个年头后，汉灵帝终于驾崩了。死前他把儿子刘协托付给心腹宦官蹇硕，让他拥立刘协。但这时候何皇后之兄何进已是大将军，掌握着朝廷大权，他在中军都尉袁绍的帮助下除掉了蹇硕，拥立何皇后之子刘辩继位，是为汉少帝。何进还想诛杀所有的宦官，可是事与愿违，他反而被宦官所杀。听到这个消息，袁绍立即率领军队攻进皇宫，将2000余名宦官杀得一个不留。接着董卓引兵到洛阳，逐走袁绍，废少帝，杀何太后，又拥立刘协为帝，视为汉献帝。至此，虽然东汉王朝的国号还存在了很长时间，但他的统治已经名存实亡了。《三国演义》将黄巾起义作为全书的开篇，其实是很有道理的。三国的故事确实十分的精彩，一直以来都是上至士大夫，下至乡野村夫最为津津乐道的话题。但这其中小民百姓的血泪也确实多了些。